為今天應該是三個人一起回去 open house， 但是所以就變成我一個人回去。做志愿者，Hello， 哇，漂亮哦！好娘妈妈。頭先就行咗我哋開放日嘅幾個地方，有吸引章，有有嗰啲 graphic 嘅學生喺度畫畫，跟住我就了解咗一下 degree 課程，同一個師兄傾咗下偈。我哋喺度拍过戏，之前喺度拍纪录片。我咧系有幼儿园噶，嗰个系幼儿园嘅小朋友玩嘅广场。嗱，我今日如果今日过嚟咧，现场注册咧系免咗注册费啊，外国学生系100蚊，本地学生系70蚊。行到嚟呢邊，可能大家都集中喺二樓。如果你係今日咧行入我哋學校咧，行去唔同嘅課室，都會有人喺嗰度坐喺度同你講解嗰一科有咩特色，嗰個專業有咩好玩嘅嘢，仲可以嚟逛下學校，睇下學校環境。係啲人好爛啊，冇人翻嚟啊！之前係主任話睇有冇人翻嚟幫手，係冇人翻嚟幫手嘅喎。
呢度呢一層就係我哋 Screen Media 平時出入嘅地方。